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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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大爷，大，大爷，你真自在啊！我们俩都快急死了。急什么呀急？我挺好的。这玩意儿不能抽，一上瘾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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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钱拿来没有啊？我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呀。那没这么多，好家伙，十几万，得回北京取。取呀，快取呀。那七老爷呢？我怎么说？哎，您说。我怎么说？哎，别找我爸呀，找我奶奶。啊，二老太太都快七十了，听说这事儿，要是吓出个好胆来，那你们呀，先跟我妈说，让她告诉我奶奶。反正别告诉我爸。大爷，说句不中听犯上的话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您像没事人似的，您这是来办药吗？啊！我回去有什么脸见七老爷？我跟了你们白家三代人，我就服了您了。许爷，哎呀，走！哎，别，走！哎呀，大爷您放心，我回去取银子啊。什么玩意儿？霞儿，亲热亲热。这事儿回去怎么说呀？哎，反正不能让七老爷知道。不，我想的正相反，只能跟七老爷说，不能让二老太太知道。至于七老爷怎么处置咱们俩，那只有听天由命了。老了老了，才这么个跟头。我得连夜赶回去，大爷就交给你了啊。哎，好吧。敬业呢？许先生呢？不是你倒说呀，碰上劫道的了？七老爷，我对不住你，我该死，我真没脸见你。这要急死我呀！您倒是说呀！大爷在安国赌钱，输了十二万，叫赌局把大爷给扣了。七老爷，从老太爷那儿起，我当学徒，跟了白家四十多年，我一辈子谨慎小心，没出一点错。您把大爷托付给我，可我
我把人给弄丢了。来，要打要罚我都情愿。老前辈，老前辈，您可是我叔叔辈儿，您说您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？哎呦，您这是图什么许的？你说，真没脸再败家继续干下去了。我二爷，我知难而退，二老太太那儿我也没脸去了，没脸见人。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您跟许先生的为人，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。白家老号这么些年了，不都得靠您老几位跟这儿撑着吗？您要是一走的话，那就是拆我的台了。敬业是大爷，您哪管得了他呀？是敬业不争气，这碍着您二位什么来？您可千万别瞎想，好不好？我就不该叫大爷去。是，别的还好说，这事儿啊，还真不能让二老太太知道了。那赶快拿银子，先把大爷赎回来再说呀。赎什么赎？叫他死去，自作自受，他罪有应得的。生气归生气，人哪能不救啊？您叫我怎么救他？您知道吗？甭说十二万了，我现在就是12000我都拿不出来。我二老太太七十大寿，这10万银子咱还是不能动啊。老太太还能有几个整寿？刚筹来的军饷，百草亭担负了一半，那是从济南、天津、西安、南京五家凑来的，咱横是也不能动吧。上个月一把火烧了九转金丹，那是7万，宫里头欠的22万打了水漂了。哦，您还不知道呢，咱们从南边水路起运的2船药材，全让土匪给劫了。这里外里啊，80多万银子没了，全没了。您叫我拿什么去赎他？瞧瞧吧，12万。不是，哪来这么多钱？这是，啊？你甭管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说明白了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反正啊，不是你们白家的钱，我又没偷没抢喽。那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哎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可不许瞪眼啊。我瞪哪门子眼呢？你这是。告诉你吧，这是我哥哥嫂子放的印子钱。说什么？你看，瞪眼了不是？这不是瞪眼，你就不能干这缺德事儿就？又不是我干的。我跟他们说了，钱赚的差不多了，过了年叫他们收手不干了。还等过了年？这打今儿起就不能再干了。印子钱没有不沾血的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哎，锦旗，
我可是一片好意啊。敬业是你的亲生儿子，这管他什么钱呢？把人弄出来再说呀。哼，哼，这倒好，真成了有病乱投医了。反正不是我养的儿子，你瞧着办吧。这钱我过了年还你。那还有，你那哥哥嫂子你得管管了，不能一窝性的让他们胡干啊。是了，七老爷。哎，你晚上睡哪儿了？你干嘛呢？这就是，您没看见？哎呦，我的包子！您的牲口吃包子呢？吃就吃吧，我给你钱不就完了吗？就干嘛呢？这嚷什么？我那是给人吃的。谁吃不是吃啊？一共几笼啊？八笼。好家伙，没见过牲口吃包子的。开眼呗，小子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牲口啊，就愿吃带馅儿的，够不够啊？一块大洋，甭找了。哎，那位爷，您那牲口什么时候饿了就上我这儿来啊？真痛快，一下就卖了八笼。哎，买菜了，您们。哎，买菜了您呢！谢谢大家，菜怎么了？太贵了，多谢您。哎，买菜了您呢！来工厂买香吗？给你买菜了。哎，让让，让让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，家有大人吗？家大人怎么教你说话的？嘿嘿嘿，叫谁呢？叫你呢，让让懂不懂？
懂。我让你让让。嘿，你诚心是不是？让你把牲口往后捎上，成不成？上上上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上上上上，干什么呢？敢动我牲口你啊？动了又怎么着？嘿，想找茬打架是怎么着？啊，打就打，谁怕谁呀、啊？哎，我操！我操！哎呀，我揪我一朵头发下来了啊！这年头呀，真棒！两位，两位，两位吧！啊，你小子别走！大家过去，你别走，你小子别跑。我的鞋呀、啊、听爷哭鞋还是不刚刚做的新鞋你。哎你哭什么呀，你连我头皮都揪下一块你还哭，你还俺的新鞋。哦，就为双鞋呀、啊？那我赔你一双不就得了吗？你赔，这双是不是新做的？得得得，我赔你一双，赔一双新的。走。行了行了，散了散了散了啊！大爷，您呢？先在客厅里歇着，我已经叫伙计给您拿鞋去了。这回咱们这鞋呀，嘿嘿嘿。外边去，外边去，要饭的外边去。慢着，你别轰他呀。今儿不是我买，是给他买。是嘞，哎，齐老爷，嗯，您言一声就完了，您干嘛自己来呢？我给您拿去啊，给他看双合适的啊。哎，是嘞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你走了谁给钱呢？你踏踏实实的，反正用不着你掏钱。嘿，你就甭管了。哎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们俩不认识。哦，刚才打架认识的。打架？啊，你跟他？啊，他拦着我马车不叫过去，我揪他一绺头发，他把我打到河里了。什么？你揪他一绺头发？啊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谁啊？算了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哎，听说过那百草厅吗？不是那个卖药的百家老号吧？哎呦，真亏了你，还知道。他呀，就是那位百家老号的白七老爷。那他这不是个大财主吗？哈哈，算你明白。你敢揪他一点头发，这太阳啊明儿指不定出得来出不来呢。来来来，我来试试这双鞋来。哦，好。哎呦，你看看你这身泥，您还是站着吧。好好，试这双鞋。哎，把鞋脱了擦擦脚。小了，好，那再试试这个。行了，挺合适。来几双啊你？一双还不够。
还不多来几双？家几口人啊？六口。来六双。哎，你给钱啊？傻爷们，全记在七老爷账上，反正他花钱也没数。哇，这不赚了？一双你就赚了？知道一双多少钱吗？多少？2块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买袋白面才8毛钱。哎，你把我鞋扔哪儿去？还不扔了？你这还要呢？那是我媳妇刚给我做的新鞋。哎呦，这扔大街上都没人要。有钱的财主就是不一样啊。哎呀，七老爷回来了。对。哎，这车上装的全是过年的东西啊，赶紧打回人啊，都搬库里头去。哎，好嘞。把骡子甭喂了啊。今儿吃了足足得5斤包子。哎呦嘿，七老爷。嗯，大爷回来了，挺好的。爷爷没跟我玩。一边待着去。出去。爸，你饶命吧！爸，姐姐，爸，你饶命吧！
别哭了，行不行啊？有你这么打人的，你把他腿都打折，大夫说就是好，也得落个残疾。活该他。本来想打他一顿解解气就结了，他越喊我这气越往上顶。谁像你是打死了都不吭气儿的？谁像他杀猪似的乱喊他？你说他该不该打？我没说他不该打，他都求饶了，你怎么还往死里打？他还学会了抽大烟台。看白家的气势算是尽了。别的都好说，这落个残疾，明儿个见了妈，你怎么说？送哪家医院了？万云医院。医生说，至少得在床上躺仨月。齐老爷，该拉闸了。啊。齐老爷，这事儿我没办成，惭愧。不是，万小菊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您妹妹是个尊贵的人，金枝玉叶，怎么能嫁个戏子啊？实在是高攀不上。再者呢，他儿子老大都二十好几了。说到头吧，他的太太啊也不会答应这码事儿。那恒氏就一点商量都没有了？一点商量都没有。齐老爷，我也是个唱戏的，琢磨着这门亲事不合适，甭说是过来做个小，就是做个正儿八经的太太都不合适。陈爷您说呢？除非啊，唱出十三妹何玉凤遇见张玉凤了，可这不是这里事儿啊。我明白了，行，我这儿先谢谢二位啊。其实原本呢，我也没打算就成，这不经不住我这妹妹啊死乞白赖的这么磨蹭我，我这才硬着头皮呢求到二位头上了。哎，行啊，有个准话就行。来来来，喝茶，喝茶，喝茶。Thank you.
是他自己对你说的？那可不是，我托的是齐福田、陈月生他们，全是他们戏班里的人啊。不，这你也认识啊？不信你问他们去。那我不做太太了，给他做丫头不行吗？这不是你想当不想当的事儿，人家不干。他凭什么不乐意呀？他凭什么呀？我一个大小姐的，上杆子给他当丫头都不行呢。哎呦，行了，妹子，咱到戏园子里头听听戏，好不好？过过瘾得了啊！人家本家不乐意，你咋还不死了这份心呢？咱不能不哭吗？啊，咱不哭行不行？我这一见女人哭，我这心里就没主意。我连怎么劝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，我你这。要不，咱打今儿起，咱不听他戏了，啊，咱扫着他。可这你也不解气不是吗？要不我就找他去，啊，我臭骂他一通。哎，要不赶明啊，咱就找个好人家，咱下周去，对不对？咱还瞅不上他那臭戏子呢。我跟你说呀，咱找个年轻漂亮的小白脸子啊，咱让他眼馋，咱让你想没有，心里头凹头一辈子。哎，人家心里那么难受，你还拿这些个淡花春心哦。你这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了，不是吗？你，咱不哭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哎，同情搭理啊。你见到万少群了吗？啊，没有。那不行啊。嗯，得你自个儿去啊，你的面子大呀。我要是他当你的面说不行，我就死了这个心了。就我那么这，那我去不去，他不是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你去。行，咱别嚷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去不去？那我去，我去还不行？你看你的，咱不辛苦了啊！啊，哎，啊，歇着吧，啊！你看这都，那小十二点了都，好不好？啊，明儿就去。啊？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明儿去，明儿去。走吧。哎，得走。你说你今天办的事儿真没屁眼吧？嗯，哼。哎呦，七爷，您回来了。还没歇着呢都。这不等着您拉闸呢。那就拉吧。哎。呵。哟，怎么了七爷？嗨，别提了，昨儿给你赶的车子打架，揪起我一撮头发来，还掀一块头皮呢，还。嗯，太岁头子动土啊，打得够日的。你想啊，我能饶得了他吗？得了，赶快拉吧啊，走。Thank you.
我不叫小红，我叫佳丽，是奶奶给起的名。佳丽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是你娘。我没有娘。我是你娘，你不能不认我。你走，快点出去。佳丽，我们就不能好好谈谈吗？娘是从暗门子出来的，可那由不得我呀。你当年生的时候，真不害臊，你还有脸说？没睡呢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说都说什么呢？这是，咱们俩都站着干嘛呀？锦旗，你告诉他。你告诉他我是他娘。是，谁也没说不是。他为什么不认我？锦旗，你说句良心话，你当着我们娘俩把话说清楚。啊，是啊，不是，这不明摆着事吗？这不是。哎呦，你瞧这脑袋疼。这还用说吗？你说不，你甭向蒙混过去，你得把话说清楚了。你这，佳丽啊，你娘的呀，确实有时候也挺不容易的。爸，你这话大可不必对我说，你去跟奶奶说去。别在这儿充好人，不许这么说话。你这还怎么回事？这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，我只听奶奶的。你奶奶，你奶奶恨我，我也认了。可你奶奶说的就全对吗？连亲娘都不认也对。锦旗，你说，我今天就听你说一句话。九红啊，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二老太太是你的妈，你不能说你妈的不是。可我不也是家里的妈妈？怎么到我这儿，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说不通了呢？你说，你说，锦旗，你不敢说，我怎么进的白家门？我做过什么对不起白家的事儿？你们的心也太狠了。锦旗，人得把心放在当中劲儿啊。
世界都像有一笔大生意，想不想干呢？赚一把呀，够你三五年花不完。直系军需处啊，要做冬天的军装，让我包下来了，只要50,000大洋的本儿，办两个备付厂，不出仨月就能拿回19万，干不干？这不回我吗？你没见这两天我总躲着齐老爷吗？包总管，嗯，出什么事儿？你也别问了，是接的就得出能，这回可崩灯仓。